你们都不懂，你们都明白了，我就是说了，不能发，我就是不能发，来，我就是看，你们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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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三百六，三百六，一位三百六，四位三百六，三百六。五百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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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过年买件两包，两百六，两包好。两百块。没毛钱啊？这回一件一百六，好一件。还没到吧？到一百六。还没到啦，到后边再等一下。我估我自己还能这边，不谈了，我肯定能赢了。哎，我给了你一千块钱。一百块啊，高价高价高价高，一百，哎呀，一百块，好吗？不要，你别两个好两个，我多哎，我还没，我得先弄哎，你搞点啥不啊？对，要煎的。你高兴就好了，今天我准备准备你了。一百万债，有，一百万债，哎呦，多少钱？一百万债。两个人要债，应债，我八六，光来哦，我八六债，我包了。大哥八，我八块哦，光来我八块哦。开标。我标我都赔我钱债。早早钱赔三五三百块，两个拢赔赔，两个拢赔赔了。又来三百，又来。我标债三百六，我标债，我标债，我标三百块债三百六，三百好不啦？三百。还有没有人家？不会标。我标价。三百。三百块钱。有人要吗？三百。没啊啦。那个五。五张没吧？最后四盒。最后四盒。我今天不会，今天不会啊！今天有，我今天不会啊！我今天是龙凤国家。你安尼拢卖了，阿健要卖啥？阿健无做。我做啥？全是四样嘢无？啥？三百块就是啥？三百块。来三百。三百块，三百。三百块钱，这叫自由。那倒霉是人家母母包的不来了，他母就包了这多钱啊？还为啊？我包的大，我包的大啊！包的大包过来了，哎呦，我大大，这什么钱？这多钱？包包的，这哪包？小包的，小包的。小姐，这个月什么价？麻油煎一煎。哦，这样子。麻油爆浆煎一煎，这样就好了。这加加点好呀，加阿多无人煎啦，加三包人出几支出去啦，真系，三百真系，三包加多用，三包加利用啦，唔该呀。可以哦。
我想问你，我讲我一招叫你买，啊招有哦，咱个坐，啊招无卖坐啦，无我坐哦，无代表，嘿，这么贵在，这么贵在，你来哦，咱个坐，这么贵我就想个两百五百块，来，想个五百，来，我讲啦，来，啊你等，不在，两块来，多啊，两百，五百在，贵拢是对啦。对贵中贵个贵，两千块两块呀！老板，多几嘞？多几嘞？多谢老板。在你那个头啊！我来睇哦，都无得食只头啊！哦，系谢谢啦，小姐，唔该，谢谢我爸，谢谢。我
可以放时间，是不建议冷冻，因为如果冷冻的话，再解冻口感会变差。啊，你如果冷藏的话，我建议在三天内吃完。我先跟你讲一下，物鱼标不是不能冷冻，但是冷冻一次之后，口感就会完全不一样。我要先跟你讲这一点。200块。难怪你目前是，只要能做生意的话，那就是你房东继续租的话，他就会继续来。这个是红姑娘啊，这个叫红姑娘，另外一种。这个男主播还真聪明，不动手直播。我要动手干嘛？还能刷牙吗？没有必要吧，我都几岁了。动什么手？你喜欢你来到站台呀？我来不要笑你，我笑什么？我都想吹呀！你无在，我无做呀，无嘞。你继续聊。
这一杯爆啊，一杯爆来了。一支一百，有没有人要？那个翻译，那个翻译啊。来，你好，来，请开。来拿零钱，先拿零钱了，不然。中午吗？想分我可以哈，记得高级酸一点，要不然杀伤力不太够。这个大妹啊，这大妹，这大姐你好，这百二了，啊，一百，你放哪里？一百，二三。再来他应该是曾经被我封锁过放出来的。快但是呢，都讲一些无意义的东西。不错，被我放出来，第一个上来的，如果。我问起来，有人在阮不倒来无啦？有人在阮暗倒来无？阮倒有人倒来，有人知哦？阮从哪里来倒来？有人知道？啊！脏话，脏话，你讲脏话来哦！你娘个的，路口门前的，还不管我买卖？你笑的哦！干脏话，我才脏话嘞！每个礼拜都来买很多，还要怎么买？对啊，那没办法。在阮脏话来，更不会买。从这里到我们家多久，你知道吗？不过两个小时而已。早上五点就到这里，还要买两碗鸡翅啊！这是最远的哦。因为我们家有困难，我直接睡觉了，有没有看到？我没有啊，其实我话也很多哈，只是今天太早起床，所以没什么想要讲话。OK， 我不行。明天虎口什么路？明天虎口不会去哦。明天有啊，明天虎口啊，民生街。民生街哦。对，民生街100号。民生街100号了。快点哦。Francis 四五，你。哥讲你来。太少看我的直播了，其实我也很搞。只是我今天太早起床了，有点累，不太想讲话，就这样。这个弄重要，还有车不？有车不？不入味。是正活动的啊，正活动啊，有车会不入味，有车会不入味，你肯定不了。我本来就好好过啊，我不会像你啊。这个不重要，这正活动不重要，那可以打我沙发，这不重要，沙发，不能回家。我包了。因为我坏播的东西不能上来给人家看嘛。什么叫坏坏播？就是把人家坏坏的那一种啊。我确定是因果关系，因为有他这个话语，才有我这个正果。
我包现在，我包500块现在，我包六，我包两，我包。来，我包。机会我包不了，来，小姐。我包，包钱。五包。这保险帮你找你啊，你这顶天不冷啊，还有冷啊，不冷不冷，不冷不冷，不冷不冷，所以他是，他是怀疑我的政策，他是以我的坏坏说嘛，不能放在这上面。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对呀，我还在那里找，叔叔，我在不？找不见，现在快买下来，找不着。没关系啊，先放出来，啊过头我会再收起来，再收腰一次。包一下，包一下。有收有放。总得让他们放下一下，啊不行再收起来就好。太放心，老水鬼过，哎，用过70几年老水鬼过来过，哎。当然，我不是说你不知道你的业障有很多，你就可以做坏事。当然，你如果现在做坏事有所谓现世报，例如走私啊、杀人放火啊，那就可能进去。300块。全机，全鸡呀！一家五鸡，全鸡家，老鸡哥，老鸡哥哥，老鸡，就像有曾经有一个好人，然后他被判处要轮回18世才能当人，结果呢，他就走捷径，18世都要当文职。我这个姐姐厉害，我厉害。那你们也知道是绝绝变成文职了，所以他18世很快就轮回完。爸，我你不会丢了。这样，这样，这样。这样，这样。小朋友，这样。先500，够吗？500。够吗？500。来，家福早，晚了，应该快11点了，晚了，晚了。我回来。我洗澡啊，晚了。还有什么？没有了。
有包肉的啦，他那个肉啊，已经打干了。对啊。打花枝了。那就没有，就剩桌面而已，没有。狗肉肠没了，狗肉肠没了。狗肉肠没有位置租，没了。要箱子，箱子不用钱啦。怎么呢？总共完，共完，行吧。来包一菜，包一菜，全都在。你帮我包。九十块了。一包包吧。一百块。你有到乌日买过鱼的鸡头？有被我摸过的鸡头？吃了一盆一千，三千一千呐、啊。多少年？多少年？啊！两倍啊！多少？哎呀！谢谢。来，谢谢。一百，报价报来，五百。谢谢。哎呦，五百，来，十六百。再买几啊？哎，五百。五百。我们新会员都快跟主席学了。哎，十六百，十六百。新会员都快跟主席了。我来，我不行了，我这送给你了。是小条的，多少钱？五百，我会全国第一，哦，六十，五百，对啊，系统在这，五百，我希望卖两千，五百，这样点五百，喂啊，这点金钱你，还你得到啊。我可以回家睡觉了。再见。谢谢，谢谢，拜拜。谢谢。